Sao dang ti la sao fa mi fa sa mi re mi fa mi re mi.所以在农村来讲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不教音乐，我来了教音乐。电子琴了，学校有风琴，后来有电子琴了，后来有钢琴了。扫荡天啦，扫发咪发沙咪瑞咪发咪瑞。现在的孩子呢，还希望我教他们过去。本来的时候呢，他们说还在继续教孩子音乐课。教师很有意义，中央把发展战略把教育放在首位，也就是说我们干教育工作值得。